大家好，我是叉仔。Hello， 我是说，我是这个板桥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挑战，就是要用两口来吃那个 KFC 的鸡腿。因为之前被人点名 Robert Miao 留言来点名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两口要吃这个鸡腿。先吃这个尾巴一口，然后这个整个一个。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的，一口就吃完整个。老师现在快口吃的呗。新加坡的 KFC 有个坏处就是没有抬手。这次我没有要点名是谁要做挑战，谁在我影片的第一个留言他做挑战。因为我的影片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们会先留言再看我的影片。Robert Miao 的影片很搞笑，尤其是他剪头发的那一刻，因为通常我都会去华人的那种 salon 去剪头发，然后 Robert Miao 他去一个印度人的店剪，不用剪，他给个光头的印度人剪，太好笑。记得哦，第一个在我影片留言的那一个，请你挑战两口吃一个 KFC 鸡腿。如果你不想被挑战的话，就叫第二个留言的在我影片留言的来帮忙。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点一个赞，也别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。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